不要路，走路上。哎，他趴下了。那是好儿子也行啊，都。啊，你这没钱的地方，他不想吃苦的，真有吧？有些穿便服的，我跟你说嘛。这啥玩意儿？你跑我不懂啊。俺红旗俺带的。哎呦，那个他搁一刀不塞下两下子了。边上有人吗？嗯。有人，有人他不敢，我跟你说，他要真要到那儿，那犯法。他就吓唬吓唬咱们。上班了。哎呦！哎，讲不干人家。没打他不敢，他有人他不敢，他说没说他不敢。吓唬吓唬。吓唬吓唬。吓唬你吗？能走的谁呀？走俩天了。我说这个两天打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再说，实在是不行，不敢。这个天是干嘛的？消防的。走吧。他脑子吓唬吓唬，真事儿吗？这消防车你不是吗？他在这守着。谁有保安？没去过那个什么什么公园。哎，回去了，又漏来了，啊，都是回去的。你看，回来就是不上学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们说的对。嗯，人搁那车都在哪里了？这媳妇儿还回来干什么了？那空房车都停用了，跑着他们了。从跑来的，山地来的，山地来的。他怕有那咋事？打不死。我得往那出来了。人搁那车都在哪里了？这媳妇儿还回来干什么了？那空房车都停用了，跑着他们了。从跑来的，山地来的，山地来的。他怕有那咋事？打不死。老头今天不让进了，你看了吗？不让回家了，不让回家，他在家吧。你看，我也得吃点去吧。这老头儿老婆是搁人家吧？你看进这边，多少人不让进了没？进媳妇儿的家吧。媳妇儿还有老头呢，俺老张老头不死了吗？等一会儿去，你先喝去吧。还有那个俩窗户，那都顺着眼差二小。强行下空调了。在石头站着，在石头咱站着。你说你那辆车可以，他也就拿到个公家去走。要是那这个农民，他现在他不干什么。农民现在那些破产阶级，是吧？我上房就上房的工人老实，有正常的这这农民，这都是有的。都上了班，正常的就不管了，管的不管了。你像那啥的，
看着吧，弄完他再过几分。他不开车，他不用从吃饭了。啊？吃饭呢？吃饭。刚才不送饭来了吗？哦，送上来吃饭了，来吃饭了。嗯，哟，这工作还能长嘞，看。啊，你看，他这葡萄把这个吃完了以后，他才，你看，才四个呢，这都吃饭呢。好。怎么干活也看不。嗯。这会儿我下去，我不能待着。四点零二的，这四十点零二的，这边儿也好，这边儿啥都啥也好，那四点零二的。你听听这个音，啊，就给砸了吧，不是？嗯，吹了吗？吹两人，他都吹两人，吹两人了，啊，不是，啊。